选择困难。有成绩。会骂我们吗？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rica。Hello， 我是萨尔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三商巧福。嗯，这个人没吃过三商巧福。对，我第一次来三商巧福。怎么没吃过？小时候没吃过吗？因为平常经过三商巧福，都会觉得他好像卖鞋子的。我第一个三商巧福是卖什么？你说鞋全家福吗？之类的那种感觉。哦，我小时候好像有隐约那种感觉。最近呢，我们刚好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调查，就是这几间台湾的连锁店怎么还没倒？对，怎么存活下来的？第一名、第二名这些我觉得还好啊，顶好。第二名我忘了，还有顶呱呱，我觉得不会啊，还好啊。有一间我就真的想说，对啊，三商巧福存活下来的。他就很常做一些活动，今天点那个川味牛肉面，这样单点一碗99元，还不错，便宜。这里的环境来说，它还是要有电煮水电、吹冷气，坐在一个位置上吃饭。然后像你这样套餐，有一个面，很大碗的面，拉萨牛肉面，还有烫青菜跟一杯柳橙汁，他还有给我那个柠檬，只要糖饼159，其实我觉得很便宜。因为对网络上面是有网友说什么很贵，还好啊，就是说什么又贵又难吃。我印象中不会难吃啊，它只是就是中央厨房调制好的吧。我现在快要饿到爆炸。它这汤头啊看起来没有很辣，我刚刚有先偷喝一口辣。可以给我一点汤吗？不用你的，因为我现在在一个重病的状态。它有辣，它看起来平淡无奇，但它还蛮辣的。是好吃的吗？没吃过。它有几块啊？这块。耶。它肉很多哎，5块。5块很多哎。它肉有入味啊，我觉得好吃，没有什么中药味啊，什么特别的层次，但是有味道的，感觉就是阿妈在家里面卤的。很夸张是啊。谁说的？好，每个人喜好不同。你要不要先喝一口汤？我还没碰它之前。味道很香啊。有拉萨的味道，可是淡了点，它辣味很够。可是因为我之前吃的那个拉萨，它的椰奶会放很多，它好像就是比较走比较水的路线啊。因为其实一般吃拉萨都蛮浓蛮稠，但它的香味很够，它的肉爆多的。你要不要吃它的牛肉片看看？自己拿，不要经过我的筷子，超辣坨的。有点干。我觉得这就还好，好吧？我觉得要点这种牛肉，以肉来说啦。因为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他们用的牛肉块是美国进来的牛腱肉，网络上说牛肋条，但我刚刚去逼问店员，他说是牛腱肉。对，我们逼问他。对，我们刚刚逼问牛腱肉。牛肋条跟牛腱肉到底差在哪？部位啊。来这边就是点他的肉块，肉块很好吃。怎样？我觉得面。我们的面好像是一样的哈。一样吗？目测是一样的。蛮有嚼劲的。是我会喜欢的面，然后我觉得硬了点。是啊是啊，是有一点硬。烫青菜应该中规中矩吧，我没有吃过不好吃的烫青菜。嗯，它上面酱蛮香的。你喜欢吃酸菜吗？那你吃吧，因为我还好。因为网友不是说三商巧福酸菜必吃吗？还不错啊，只会觉得没有到那么神话。它为什么屹立不摇呢？我刚刚得到一个很大的结论，它上菜好快，好快，有多夸张？你还在拿餐具什么？对，我们还没坐到位置上面，他的面就到了。然后我们坐到位置上面，整理好、做好之后，我套餐整个 set 给我在这边。所以我觉得这边很适合赶时间的人来吃啊。然后你就可以坐在这边吹冷气，而且我真的觉得不贵。还是难道我们价值观有不太一样吗？真的不贵吗？你说连锁不贵了，麦当劳还比这贵。其实我最近对三商巧福产生印象的是，你知道那个 Seven 集联卡，或者是你在领钱的时候可以换三商巧福餐券。那你有券？不是吗？我们要好好吃饭哦，那我们就不理你们了。为什么屹立不摇呢？这还是有它的一些好处。它就是有它的道理啊，你管人家，我觉得好吃啊，而且以它的价位来说 ，CP 值很高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，跟我们讨论你们喜不喜欢吃三商巧福。然后还有，你觉得三商巧福是卖牛肉面还是卖这样？谢谢你看到他的名字，真的很不像是卖面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